1月18日下午，前 Wonder One 成员赖冠霖结束 Wonder One 告别演唱会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前往上海。当天，赖冠霖身穿短款羽绒服，搭配紧身休闲裤、口罩、墨镜、遮面，现身仁川机场。由于送机人数众多，造成了一定围堵。好在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，赖冠霖安全入关。据悉，赖冠霖将出演电视剧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男主人公。综合视频，韩流第一线，韩国报道。